六月高考季，当高考又一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对于高考报考，你又了解多少呢？他也曾对填报志愿雾里看花，失败的经历让他选择教育作为创业之路。他是高考报考教育产业锋芒四射的领军人物，开创高考报考学这一新锐理论体系。纵观宏观数据、学生特点、就业发展，多维解析，规避误区，更整合国内外顶级高校的百名博士生团队，指引考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志愿选择方案。本期时代之声为学子倾情巨献，杨帆对话国内领先高考教育机构迎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海涛，为您解读高考报考教育产业背后的成才之路。王海涛，迎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高考报考学创始人，全球职业规划师，于2009年创立迎鼎教育机构。在2012年教育盛典中，迎鼎教育被评为最具品牌知名度教育机构第一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中国顶级学府也为迎鼎教育颁发聘书，对迎鼎教育在中国个人战略教育领域的地位给予高度认可。2015年，北京迎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在新三板上市。欢迎迎鼎教育的王总走进我们的时代之声节目。老师你好。其实现在哈，正好赶上这个高考季，也是这个高考月，大家特别关注高考前中后这些事儿。那么特别荣幸请到王总在这个时候能够走进时代之声，跟我们的观众，特别是这个高考的学生家长能够有这样的交流。首先中国有个观念我认为是不对的，叫考大学，是大学要考的，也说大家说考分数考分数考分数，大家就一直在分数，但是大学在考的过程他就忘记了选。其实你同样一个分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要如果说我从事高考报考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可能要从我的高中开始讲起。当时我就在选专业的过程当中，我就是选的这个工程管理。当时选工程管理的原因很简单，我爸爸学工科的，他说总得沾点理科吧，然后再沾点管理，这两一结合，这不就是又文又理了吗？父母希望你文武双全啊。当时我选了工程管理和工商管理两个专业，他看学费说工程管理比工商管理要贵一些，反正说那贵的总归是好的吧，然后就选了工程管理。不求最好，只求最贵。到大学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们全班的人其实都没有任何人知道工程管理是干嘛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心里说啊，你们报告我们这专业，然后都不知道我们专业干嘛的，然后就开了一个发布会，说这专业干嘛，详细介绍，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说，你们这帮家伙其实是当包工头的。怎么会都这么盲从呢？第一点原因就是中国的高中，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当然这次高考改革就有些改变，以往的话中国的高中是回避选专业这一块的，因为学校只追求学生分数最大化，然后他能好上考大学。那比如一个学生他可以考上人大的金融和一个北大的可能是物理，他俩分是一个分数，那很多的学校是希望学生报北大的物理的，因为他可以有北大的一个牌子出去，他第二年招生也很好，所以利益的驱动都在盲从大学。所以很多学校说什么是高考报考成功，他说高考报考成功就是我以最低的分数考上这个学校，就这学校最低分数560分，我掐线我打了561，我考上学校，这是高考报考的高手，这是最成功的，认为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这个往往可能是最失败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是掐线过的，他就到了一个学校的最差的专业，导致他人生这个4年白学，很少有人坚持这个专业。所以说在整个高考报考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遵循一句话叫人生利益最大化和录取风险最小化。高考回答的是一个人生的问题，它解决是你人生的方向，你职业的方向，你学业的方向，你的专业，你的地区，你的院校，它是一个很多维度的一个利益退化的一个整合，包括你的家庭。那如何达到你人生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保证录取风险最小化，这就是一门科学，我们管它叫高考报考学。传统的教育机构大多只关注对于分数的权力冲刺，高考报考这样关键的人生选择却鲜有机构可以提供系统的服务。基于这样的思辨，王海涛痛击行业空白，在看似一片红海的教育领域开辟出了新的海阔天空。迎鼎教育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高考报考教育服务，目前已经在全国100余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如何让高考报考流程科学化、专业化，
帮助考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院校和专业。这背后自然要有大量数据与实践经验的深厚累积。认知之后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觉得这事儿应该有指导才可以做好，是吧？对，没有指导这个事儿不可能做好啊。不可能做好，这么绝对。我们举几个数字，中国有13大学科门类，92个一级学科，500多个二级学科，中国有2-3所院校，这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话是很多很多种选择。很多人说，那我学这专业，我干的这活儿也不错呀。嗯。但我们回答问题，你会有没有可能会做得更好？这就是一个人生的发展方向，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就为了考大学，你全尽全家之力，啊，自己所有的青春都在放进去了以后，努力12年，最后你想想，你的一个选择是非常盲目的，就相当于我们努努正力挣了12年的钱，最后买一个东西是随便挑的。我们常常说到，说我们从事工作和所学的这个专业是不对口的，这很可悲的哈。我认为咱们这个环境中最大的浪费就是中国精英成长的浪费。其实浪费不起的。高考报考的核心的本质是职业生涯规划，嗯，所以说所有人你要想把高考报考报好的情况下，首先要知道整个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你如何有个方向性的选择。那一般我给学生是3个维度，叫兴趣、能力、高回报。第二个，你要对中国的500多专业有所了解。为什么要了解的原因？因为中国的专业有两个词，叫子母专业和这种兄弟专业啊，这是我起的名词啊。什么叫兄弟专业？就两个专业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这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它差的课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它俩之间没有那么大差异。还有一个叫我们叫子母专业，什么叫子母专业？就很多专业是生出来的，那你学到它的母专业以后，可能分数更低，但利益更大化。比如说它最火最火，10个人就有1个人火在学金融，那金融的母专业可能就是经济。那很多人说，那经济也很火呀，那很多人不知道，经济的母专业叫应用数学。你今天学了应用数学，未来你同样可以做金融经济，然后可以考金融的研究生，考金融的博士，而且更愿意要你，因为金融经济学到研究生和博士阶段都是数学模型，这你要对专业有所了解。第二，对院校有所了解。中国有两大误区，就是说看名字选专业和看名字选院校，这是最大两个误区。比如看名字选专业，就像你自己哈，工程管理，对吧？我们最后知道，不同学校不同的工程管理教的内容都不一样。有比如说这个邮电大学，它就叫邮电这条工程管理，有土木工程管理，还有化工工程管理，对吧？还有网络工程管理，它就很多很多整个工程管理。然后比如说管理信息与系统，你发现管理信息系统这都最热门的词汇。其他原先的专业叫什么呢？叫档案学，叫图书馆管理专业，叫情报学。看名字选专业，那你可能就选错了，很容易选错。对，然后院校，你说这个院校我还不知道呢，对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吉林大学，你光知道吉林大学是个还不错的大学，但你知道吉林大学的每个学校是怎么回事吗？这打开吉林大学网站不就都知道喽？那你搜索不到，就吉林大学同样一个专业，在不同的学院里是有的。就比如说同样工商管理，它在商学院有，在管理学院还有。管理学院我们在当地学管理的时候，我们还要做金工实习，还要学大学物理。为什么？因为它是工科院校，所有学生都学大学物理。这就是教的内容不一样。那比如说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工业大学，那大家知道一个省命名一个市命名，从本质上大家都会知道省命名的好。那合肥工业大学是211工程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前身是马鞍山钢铁学院，马鞍山钢铁学院前面是马鞍山冶金学院，冶金学院的前身是马鞍山钢铁学校，啊，这样的背景。那再往下走的情况下，你在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做自我的评估？比如说兴趣、性格、能力、价值观，每一个维度对你选的都不一样。做完测评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动手能力差，动手能力差的人是不能学工科的。比如说还有一种是 I 型的人， I 型是研究能力特别差的人学不了哲学和历史的，他坐不住凳子，对吧？你就坐半个小时跟屁股着火了似的，他是坐不住的，那你怎么让他学这样的专业呢？比如 A 型人就是艺术型的人，如果艺术特别差的人学不了像广告学、工业设计，比如说这种美术设计等等跟美相关的，你说我色盲或者对美没有感觉，你学这样专业就很吃亏，对吧？比如 S 型的人就是社交型的，如果社交特别差的人是学不了师范专业的，就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天要见人，对吧？这是很痛苦的。还有一种人特别愿意跟人打交道，是学不了像医学影像这样专业的。我们都到医院做过 X 光，这一辈子在你一个小屋里头摁个按钮进来摁个按钮出来的，不跟人交流也没啥交流，交流的时候你把这片子拿走，就这么一句话也憋疯了，是吧？然后他的是个六边形，对角是不能学的。比如说你特别有创意，艺术型特别有创意人，你是不能学会计的。
你说艺术人有创意的人有想法人学了会计，我说那不就做假账吗？对吧？然后比如说异性人是影响人的 ，C 型影响事儿的，就是管事儿差的人是不能做会计的，不能做护理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做完测评以后要排除自己不适合的专业。很多人没有做过的排除，是真的不合适。六月高考季，当高考又一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对于高考报考，你又了解多少呢？本期时代之声为学子倾情巨献，杨帆对话国内领先高考教育机构引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海涛，为您解读高考报考教育产业背后的成才之路。尽管深知高考报考失误可能造成的人才浪费，真正投身其中选错专业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超乎了王海涛的想象。面对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王海涛更觉得对于高考报考的教育服务任重而道远。我接触过很多的大学生，就有一个学生对我的这个感触是最深的，他是北大的医学直博，当年全省的前二十名。这样一个学生，当年你想想，如果是我们的孩子，对吧，我们的亲友考了这个全省的这个前二十名，然后考上北大，对，还是直博，我们得敲锣打鼓的。读到大三，这个女孩听完我的课以后，在我们办公室哭了这个两三个小时。你怎么把人害成这样子？就是说她觉得她专业选错了，她认为医学可以帮助到人，然后当时北大的医学院分数又极高，然后她认为我可以一下读到博士，对吧，证明我的分数最好的，这没错呀。对，然后北大的医学条件是非常好的，她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碰到尸体的，然后她读到大三以后发现她晕血，她曾经两次就晕倒过去啊，然后他曾经想做自己突破，在停尸房晚上待了一天晚上，他最后得出结论，他干不了这件事情，他不能从事医学专业，就是因为他晕血，因为他从小看到的没有看到很大面积的整个这样的血。我的第一反应，他是从考研换专业，他读了医学直博，啊，北大的医学直博，他当年那个情况是没有本科和硕士，就是直博，要不你就从本科从念。要么就读到博士毕业，挑专业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女孩子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八岁，干了一个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干的事儿，这一段生命对她来说是多大的代价，就是一个高考报考的失误。营点也解决不了她晕血，然后她做不了这个职业。我们能解决得了。怎么会？我说能不能往生物上去考，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就算学分，然后到海外去这个读博，搞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因为他确定做不了临床了，然后同学分，然后去申请海外。但当时他那个处理是我见到这个问题最棘手，因为很多人转都没法转。就是中国的学科是有金字塔的，是最顶上是哲学，然后底下是社科，然后是经管，然后是工科，然后是我们的这个理科，这是学科金字塔。下面往上转是可以转的，但上面往下转是转不了的。十年纵横海内外，探寻时代中人跋涉的步履。十年静思天地间，仰望经济人物智者的思绪，继往开来，曲折百转，多维思辨。就是天津国际设计周的主会场，周总，这是明星荟萃，大年还是不同的。前瞻视角，让我自己更深厚一些，研读这位思想家。说出来就锲而不舍，进步不高，没那本事。你到底怎么样子呢？问答之间，再起风云。我们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把五百多个专业，每一个专业分十四个维度去做讲解。比如第一个维度叫男女维度，我们会告诉女孩子学地质需要慎重。啊，比如说我们说讲金融和经济，它对数学有很好的要求；比如说对医学，特别临床医学，它不但晕血，它对体力有要求。就是它能力达不到专业，我们在最开始就一定全部排除掉，它才能剩下它合适的专业。比如说我当年学工程管理。其实核心点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说你学不了，你课你还是能听的。但最重要是为了你的办公环境，比如学工程管理，他要到工地，我特别爱干净。我这活就干不了。还有很多女孩都有工程管理，原因是因为要持续出差。
对吧？它全国各地都都大项目嘛，不是你盖个小澡房就在你家门口，所以我们班大多女生都没从事这个专业。所以高考报考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什么样的人觉得它特别有价值，就走过错路的人觉得它特别有价值。如果你最开始像我们很多学生为什么很幸福的原因，就是他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跟家长都讲清楚了，家长按照我们都一步一步，比如现在我们的学生首先做四套测评，做完四套测评在网上听我们高考报考学的方法论的课程，然后开始做就是听我们500多个专业的讲解，然后我们这一个一个帮助学生勾啊，就是比如地质学为什么不行，金融为什么不行，数学为什么不行，物理为什么不行，一个一个勾，他都能知道这个专业是干嘛的，然后自己为什么不选这个专业，然后选成专业以后拿数据库去做搜索，然后全中国这个大这个有这专业的所有学校都出来了，完了再做院校排除，最近打出一个报告，然后把每一个专业他选的每个专业怎么考研，怎么留学，怎么就业，从中国专业排名什么，这专业干嘛的，都有一个完整报告给他，一个非常个性化报告给他，那选择起来容易多了。他有整个的系统和整个智能的东西去支撑他整个的决策。那这样的话他就能知道一个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的。六月高考季，当高考又一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对于高考报考你又了解多少呢？他也曾对填报志愿雾里看花，失败的经历让他选择教育作为创业之路。他是高考报考教育产业锋芒四射的领军人物，开创高考报考学这一新锐理论体系，纵观宏观数据、学生特点、就业发展，多维解析，规避误区，更整合国内外顶级高校的百名博士生团队，指引考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志愿选择方案。本期时代之声为学子倾情巨献杨帆对话国内领先高考教育机构迎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海涛，为您解读高考报考教育产业背后的成才之路。2014年9月4日，教育部颁发高考新政，高中不再分文理科，要求学生在高一时就需要选择大学专业方向。在那样的年纪，有多少人能想清楚未来职业的走向？在机遇与挑战面前，迎鼎教育又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时代之声精彩继续。2014年9月4号，国家发布了高考改革啊，然后呢同时今年开始全国统一一张试卷。它改革的本质原因是这样子的，我们原先上哪个高中，高中考大学人数多的就是好高中，我们就上高中，完了文理分科，文科好学文科，理科好学理科，然后考分数，考分数选大学，选完大学选一个专业，不行服从调剂。这就是我们中国从1977年高考改革一直到现在恢复高考以后到现在所有人的选择的整个路径，我们可能都是这么选择出来的。但国家发现一个问题，国家发现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大学就业不好，就业不好的最核心原因是中国所有的高中上大学之前不知道中国大学的专业，中国所有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候对学生没有特质要求，我北大物理，物理成绩最差，总分够，北大物理必须要我，这是一个最终的冲突。那2014年高考改革以后面临这问题，国家做了两项改革。第一项改革，高一他要倒逼所有学生从高中开始选专业，这是必要的。第二，他要倒逼所有的学校对学生有特质要求。所以现在的高考新政是什么样的新政呢？就是说所有的高校在学生高一的时候就告诉你，考我的专业你要考哪三科，未来不分文理科了，六科任选三科，原先是物理化学生物理科，政治历史地理文科。那中国原先专业很有意思，中国所有的地质学的考生是不考地理的，因为地理的文科，地质是在理科考。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倒逼整个的系统，国家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它要保证中国人才成长的一致性，我学哪个专业，未来我干哪个专业，国家投的钱才有意义，高校才能招收自己所需要的学生，未来就业才能好，这是国家大的逻辑。但是这个大的提出对于传统的高中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目前我所知道的中国30000所高中就把500多个专业给学生讲全的没有一所能做得到的，当然很难呢，这个太难了。中国大多数高中老师都师范院校出身，对中国大部分专业基本不了解，啊，这是一个目前的情况。而且专业讲解它涉及到职业，涉及到行业，涉及到未来整个人生路径发展，它已经超越了师范类专业的这个教育，所以这一块它是解决不了的。第二个改革什么呢？未来的录取发生了变化，就是原先我们叫院校平行，院校平行呢，就比如考清华，金融
经济不行，我服从调剂。嗯，那现在就专业平行，什么意思呢？金融在前面，金融清华，金融清华去不了以后，清华就去不了了。你到金融人大，未来的专业是不能改变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学生有一个什么需求？你要选哪个专业，必须有两个核心的需求：第一个，我是不是愿意学的专业；第二个，就是这个专业的竞争情况。嗯，我在全省范围之内有多少人跟我学了同样专业，是不要决定我要学的专业一个重要指标。但一个家长是没有这样的数据的，一个学校也没有这样的数据的，它需要全省整个数据的整个的体系。嗯，所以我们就开发一个产品叫高考金榜。这金榜是对于全社会免费开放的。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每15天我们就会排次大榜，比如说一个省30万人，可能我们第一批有3万人，慢慢去扩。比如3万人里头，我能让你知道3万人里头多少人学了金融，多少人学了计算机，多少人学了数学，多少人学物理，多少人学了法律，然后你再做第二次决策，然后你再让你调。我们曾经给一个学校做盲测的时候，就500人第一次选择选了中国30个专业，有400专业没人选。然后你随着不断的信息给他选择，他会从热门专业向冷门专业去考，但他也不能盲目的随便选。比如说我不能学金融，我可以学经济，学金融可以学英语数学，但到英语数学我就不动了，竞争再激烈我也不动了，因为我要保证未来我从事金融行业。嗯嗯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大数据分析是每一个高中做不了的。然后再加上26个省全国一张卷，当全国一张卷的改变了以后呢，原先所有的答题的方法和技巧已经全然不一样了，要有全新的答题技巧。我们跟我们最顶尖专家我们聊过，我说全国一张卷跟地方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说地方卷大多数都比较难，但是有规律，就每一天他训练的题基本上都能找到历年的例题和比较影子的题。全国卷可能没那么难，但灵活，你绝对找不到原题。全国卷的出题是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大学老师来出题，他会知道最新的东西是在哪里，所以极其灵活。所以从高考报考、高考金榜和高考提分这个铁三角角度来讲话，这也是我们公司的哲理点啊。对对对对。下期时代之商，杨帆对话迎鼎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海涛，继续分享他的教育理念以及对填报高考志愿的专业解析。